Hello， 巴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博。香奈儿已经收购了40多家的高级手工坊，然后能将这个精湛的工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我觉得特别的好。有很多香奈儿的元素在城堡里，黑白棋盘格长廊，然后还有一些双 C 的标志，包括很经典的香奈儿的黑白元素，还有狮子。我觉得高级手工坊系列的话更注重手工坊工艺的精湛，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个系列会更加的华丽一些。女生比较朋克的一些那种设计，然后包括脖子上的 choker， 然后还有一些皮夹克，然后紧身裤，女生穿起来还挺酷的，然后包括我今天的这一身也比较感觉朋克的感觉。最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衣服的做工非常的精湛，然后可能要花费几十个小时或者几百个小时，然后去完成的一个纽扣，然后包括衣服上的一些纽扣跟一些图案都是跟那个城堡里的一些图案有相关的，就感觉非常的华丽。